OK，今天是2月7号，2016年，然后是我们的台湾的新年，农历新年，是什么？哦，猴年。小 Zachary，这是妈妈送你的新年礼物。OK，Go and open it. Hope you like it. 拜拜。